商总向劳工部全国反对童工委员会移交100包礼品包，以赠送给童工及家人。FFCCCII donated gift packs to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National Council against Child Labor.华商联总会向劳工部全国反对童工委员会移交100包装有学校用品和卫生用品的礼品包，该批物资将由该委员会代为赠送给童工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当天，劳工部全国反对童工委员会劳工部国都区办事处高级劳工及就业长官德洛斯·雷耶斯一行前往商总接收该批赠送物资。移交仪式由理事长施东方博士、董事兼劳工主任施嘉年、劳工副主任戴从容、劳工理事严峰、秘书长助理陈光灿等领导主持。期间，施东方理事长等诸领导与德洛斯·雷耶斯一行在商总法律策略中心办事处进行座谈交流。德洛斯·雷耶斯代表劳工部和社会民众向商总的慷慨赠送表达万分谢意。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